One by Blessing. Come see the Holanda sing come up by Ab Hock. Holanda sing the Yishen. We don't have singing and sing car like so queen or a sing hong. I got a nice idea and go on like so someday. Think I'm so hard. Oh, take my mic up here. Holanda guitar. Oh, I bring you to go on. For who is on foot? 好，我们请所有朋友，如果你听得到的我们的广播，好，我们请我们两旁靠，好，我们请依照我们警察大人他的指示往两旁靠，好，别吵架是别人的事情，但是我们这边是诚心诚意为我们的生命好来做倔强。 请现场的朋友往后退，往后退！现场朋友往后退！把请现场的朋友往后退！小黑，好的，现场我们所有在海山西岩红毯前面的朋友们，如果你看到现在正头已经来到红毯前面的，麻烦朋友们呢往两边靠齐。 嘿，这边就是我们的西爷以及八爷，这样跟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下。如果你要听介绍 ，OK， 没问题。我绝对告诉大家，这个正头的文化，这个正头的接礼的礼数。但是呢，请朋友们，我们配合一下，我们给我们的义正一个良好的空间，我们往两边，往马路旁边靠齐。 我们请依照我们现场海参七爷的工作人员的指示，来依照我们两边靠齐，我们往马路两边靠。好，现场我们这红男这边来拜庙的是我们淡水河一轩，我的八爷。看到我们八爷呢，脸是黑色的，黑色的脸的八爷，打了一个步伐呢是比较轻快一点的。我们相传呢，七爷跟八爷是好兄弟之称。 没有错，相关的文献呢，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他是我们今天表演的是七爷跟八爷一个好兄弟的感情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呢，前面黑色脸比较矮一点的是我们的八爷，好，八爷现在在我们海参西爷红毯呢来做参礼。看到参礼完，转身，感谢我们海参西爷的红毯的神明呢，为我们今天淡水的爸爸按把来做一个接驾仪式。 所以呢，我们八爷跟我们的七爷是一个好兄弟的感情，所以我们的八爷回去找到我们的七爷，跟七爷好兄弟说：“我们前面呢有海参七爷的红毯，来跟我们做一个接驾。”没错，所以八爷跟七爷讲，七爷跟八爷都非常的开心，一起准备来到我们海参七爷红毯前面。 跟我们的神明呢，来说一个感谢，为今天淡水大拜拜按把，好的一个正头来做接驾。好，我们现在所有朋友呢，我们一样往两边靠齐，我们让我们的正头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呈现，好的一个表演。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七爷，七爷准备来到我们的海参七爷的红毯，来做参礼的一个动作。 所以现在朋友可以在这一次我们海参七爷红毯里面了解到我们七爷八爷，都是我们神明前面的圣驾。好，
感谢淡水何逸轩，我一样呢是非常多年淡水在地的一个先生，来为神明开路。好，我们七爷呢现在来我们红毯前面参礼。海神七爷红毯前面呢，一样有我们的红毯前面的金钗，也就是我们神明前面的玉玺，我们的金钗来一起来接礼，不管是我们七爷八爷还是我们神明，我都来一起虔诚用心来齐心上殿，前进神明。我们现在所有朋友们给我们正头呢有个良好的空间。给我们正好有个良好的表演空间，所以我们请所有朋友们往两旁，往马路两旁靠齐。现场是我们海神七爷，观看前面我们淡水和逸轩第二队的七爷以及八爷，来做参礼。然后目前看到我们表演的是我们八里，我们的八爷范将军的演出。我们大家知道七爷八爷都是非常感情相好的两位将军，同时呢也是我们神明开路先锋的将军。我们感谢淡水和逸轩的七爷八爷神将，我们的神将将军，我的顾将人员，大家辛苦了，在一天的热情当中，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神明做先锋，来到我们海神七爷的红毯前面，来做参礼。我们感谢我们淡水和逸轩第二队的八爷精彩的演出。接下来呢，是我们淡水和逸轩。第二队神将七爷，七爷准备来到我们海神七爷红毯来做演出。而请现场的朋友往后退。两边，马路两边靠齐，给我们八将团有个表演的空间。那我们海神七爷呢，在今天淡水的八班暗访，前进神灵，我们非常诚心诚意的迎接我们淡水清水祖师爷的圣将，所以我们让我们的海神七爷的八将团来到为我们神明做开路。我们请现场所有朋友，我们可以往两边靠齐，给我们正头呢有一个好的表现空间。我们看到我们淡水和逸轩、清水祖师四十柱以及西秦王爷的圣将。那我们红毯前面呢，有我们淡水青宝力的八将团，来做开路先锋。禀四王，我们海神七爷的神明，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神明来做红毯的参礼。现场我们看到的八将团呢，可以说是今年淡水大八班安排最专业、最虔诚、最传统。最专业的八将团就是由我们淡水青宝义八将团来我们神明开路。好，
们恭迎淡水何逸轩、淡水清水祖师习祖以及西岐红颜来到北森企业的红毯。好，由我们北森企业这边最近的长官来为我们的神明感谢，祈求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在今天非常感动的日子里面，为我们大姐大伯伯做安排，来一个巡视老境。那我们海森企业集团非常感谢所有神明的庇佑，庇佑着我们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祈求我们大家都可以现场所有朋友们赚大钱、发大财，同时呢也可以平安、健康、喜乐、开心，为着我们台湾传承的文化进一步传递。感谢我们神明为了我们台湾必有的所有人平安健康。